做好回收动作，一起爱护我们的地球。谢谢。还有我的同事啊，我那个茶水杯方面，还有咖啡啊，刘信，人民热情好客，物产富有，空气好，水好，景色优美。那么这次来了，真是名不虚传。看下来，我们心情对，的确有吸引力。有吸引力，对我们大陆啊，无论是中老年、青年朋友，包括一些年轻人举行婚礼，武汉就也可以到宜兰来。你们住宿条件也好，美食也棒。今天中午吃了一顿富有宜兰特色的一些餐饮。大家就赞不绝口啊，口是留香啊，很好。谢谢你，两位领导，不好意思。